汁怎么了？我一个爱吃折耳根跟香菜的人，我连个豆汁不能吃啊。行，喝。它闻上去像是在豆浆里面加了醋的感觉。你不就豪言壮语吗？一口闷了。旁边人在笑你，兄弟。其实还行。嘴硬是吧？干了吧。你一口都没喝，你喝了我就干了。你喝一口我干了。你别闻，你喝，你喝。挺好喝的呀。真的吗？我好像是舔着谁屁股一下。不是，好像都有味道。这是正宗的北京的那种豆汁吗？对。你喝过吗，哥？你好喝吗？你把这碗喝完，你买单。这么大比赛，谁先喝完，今天谁买单？谁后喝完谁买单？为什么？那比啥呢？要不然。关心对方能不能喝到沉淀物。我买单。完了，给我再点十盘肉。对，他这还有一个羊尾油，你要吃的话，下下顿我还行。行，豆汁儿都喝了，我怕啥呀？我无所谓，拒绝了我。行。